四祖茶暖身补血气补肝肾，亦有乌发的作用，适合呢怕冷的人群。是呢就有两种人不适合，易腹胀的呢或者易上火的人呢都不适合饮。红枣、黑枣、蓝枣、马牙枣各一粒。今日讲的黑枣是将红枣烟熏而成的。市面上仲有一种叫做真黑枣，又叫君千子啦，就唔系枣嚟㗎，系属于一种齿嚟。今日用到三种黑色嘅枣啦，黑枣系最容易辨别，因为佢外形比较肥同埋短。至于蓝枣同埋马牙枣外形十分相似，肉眼呢系好难分别出嚟。最明显的分别呢就是蓝枣核内有果仁，而这个马牙枣呢个核入面呢是空的。四种枣来讲呢，蓝枣的功效最好，而性质呢比较平和，没有其他三种枣咁燥热，食咗之后呢没那么容易引致上火或者腹胀。先准备三碗的热水，因为泡茶时间短，我们要首先呢将那些枣肉浸软剪出来，这样呢就更加能够出味了。加入200ml 的滚水，然后焗15分钟就喝得了。嗱，而家我们可以剪开那个果核看看啦。蓝枣的果核呢剪开之后你是见到有果仁的，而这个马牙枣的果核剪开之后呢就空壳。我们再看清楚一点，这个是蓝枣，这个呢就是马牙枣。